全身包紧紧，从入境口出来，亲切与记者打招呼。韩团 aespa 队长 Karina 日前才去米兰参加时装周，今天从香港转机，率先在16号早上11点抵达桃园机场。车不忘再跟镜头挥挥手，紧接着11点半，剩下3名成员也抵达。Winter 身穿咖色大衣，妮妮和 Giselle 则是全身黑穿搭，手上大包小包都是粉丝给的礼物。9年入境口的乘客也要停下来拍，因为 aespa 16号终于首度来台。从韩国仁川起飞的时候，心情看起来就很好，不止开心跟镜头打招呼，还亲手接过粉丝给的信件。aespa 先是要在下午3点和接近5点的时候，在台北举办2场粉丝签名会，接着就是晚上重头戏嘉士达的尾牙现场。从超夯折手舞 Next Level 到帅气的 Black Mamba， 尾牙歌单也曝光，热门曲目整整要唱30分钟，而且是压轴登场，当然这首歌就一定要唱。Drama 就像加码，寓意要老板快点再加慢慢慢嘛，可想而知尾牙会有多嗨。虽然不是粉丝想看就可以看得到，但也希望他们来到台湾也能够享受热闹气氛。 TVBS 新闻廖宗庆、林云哲、林云文，桃园、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